有请才艺班入场。有请班主任来做班级点名。才艺班，周静波。到。我希望我可以做好，我是抱着一个很乐观学习的态度来的。曹赛亚。到。我相信就是我学习表演，我做演员这个决定，这个选择是就是正确的。乌日丽格。到。我就觉得演员就是还挺伟大的，能演就是自己体会不到的那种角色，我就觉得很美好。曹飞然。到。我是一个可以就是走很长远的路的一个演员，我可以一直演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可塑性还蛮强的。于心意。到。可以好好的一个演员，如果当然于洋子。到。可以从零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往上走，我自己慢慢成长，然后才能让更多人看见。严艺楠。到。我是那种会努力的 F 班的学生。林爱佳。到。我很热爱表演，只是一直都是没有机会去好好的学习表演，有这么一个有老师教的这么一个机会，特别开心。黄平。到。我是觉得我只要做了这个决定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没有什么好后悔的。谢谢。欢迎各位才艺班的同学们。让我们欢迎综艺班入场。各位超 A 女学员们，咱们到现在为止就算是正式见面了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自己，欢迎大家。我们首先请综艺班的班主任郑元畅老师进行点名。综艺班张天爱。到。我就是特别喜欢看自己演完一段戏以后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包上恩。到。演员其实也是可以体会世间各种职业的一个职业。段小薇。到。就我会觉得如果来到这里可以在表演上面学习到一些东西。田轩宁。到。我就是从小就比较戏精，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电影，我就决心要当演员。黄思睿。到。当你热爱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叫付出，就是我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张木兮。到。机会这个东西还是要努力的争取，自己做到百分百的努力，我觉得还是会有人看到的。高荣芳。到。我是无数个贝壳里最没有光彩的那个，我是满天星星中最暗淡的那一颗，但我是唯一的一个。潘荣欣。到。为了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一下，我在这个舞台多待一分钟，他们以后面对人生的困难就多一分勇气。吴颖。到。内心还是想在镜头前去展现一些戏剧化的东西。欢迎各位。和才艺班，有请班主任来做班级点名。自定义班，谭佩颖。到。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想拿第一名吧，我也想拿第一名。朱丹妮。到。我想来这个舞台是因为我想要体验更多的角色。赵诗逸。到。我不希望别人定义我自己，是因为我自己也定义不了自己。崔真真。到。我太爱演戏了，我可以就是365天都不休息的去演戏。萧小云。到。我觉得是演员这个行业我本身就很喜欢，所以这可能是就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动力。语言。到。这就是我毕生的梦想，我就特别特别想就是当演员。
徐世新到。我只想成为演员，因为可以为很多人说话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曲墨到。来到这儿就是希望能解决自身很多的问题，然后想要成长，想要进步。陈万清到。尝试一下新鲜的，就是我对这种新鲜的事情都比较好奇。欢迎我们自定义班级的所有同学们。